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二叔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 YouTube 的一个小工具啊，大家可以看到二叔点了这个以后，然后别人的话就可以一下子点这个 subscribe，这样就可以关注我了，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让我们的关注者来关注我们。那么我们是怎么实现的呢？其实就主要是分为两步，第一步的话就是，到我们这个 YouTube 的账号这个频道这里，把这个 URL 拷过来。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在这个未登录的情况下啊，不然你那个 URL 可能会拷错，然后卡在这里。然后呢，就可以到二叔这个官网这个小工具这里啊。一个 YouTube 订阅链接生成器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链接拷进去，然后一点一下啊，这个链接它就出来了。出来以后，那我们测试一下，啊，成功了。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刚才这个链接放到你的网站上。啊，就像二叔这样，点一下啊，他就可以马上订阅我们的这个频道了，好吧？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。